Hello， 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台中，这里是台中最新的丰原转运站。那今天呢，我要带大家去玩破凤888路线，会让你们一路发发发，买千送百。你们的活力比很多二十岁的人还更多。好的，我们出发喽！哎，哇，好，哎，我在这里啊 ，Hello， 哇哇哇哇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今天呢？想要让你们玩得非常的开心，因为刚好现在是敬老月，对，我们要去的地方有很多优惠，有很多的活动，好，一定会让你们快乐，不想离开我那种感觉哦。对，好啊、哦，好棒哦。你们今天什么来到这里啊？那我们坐火车来的哦。是不是啊？敬老爱心卡。对。啊，敬老爱心卡。六十岁以上就政府就会发给你。我们快到了和凤天猫道哦。是啊，是啊，在前面而已。我们要来骑电动的脚踏车。大家马上选一个电动的。斜立车。这个有没有三个人的？三个人的。没有呢。三个人的很不好。四个人有。四个人的电动的。哦，那个不错哦。而且我刚刚看到你们也是参加我们的敬老月活动哦。是。有优惠哦。对，有。六十五岁的。长者对都可以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可以来走走看看。那这个是我们要的，好不好？好啊，这个我们要。Five minutes later。这个先转，你要转，你先转。阿贝，你会去吧？会的，会。OK 吧？好。哇，我们看一下这边再绕一圈好了。没问题。哇，没问题。看是多凤嘞。不错，不错。好久没有来这里，我好喜欢这里哦，这真的很漂亮。今天又真的，今天天气又比较好，又很凉，是啊，又很悠闲。哎、這個欸，真的、這個、太棒了。这个红色隧道。Hello，Hello， 对，吴凤，我们来玩喽。Hello， 谢谢。很棒，很棒。和凤天猫道，台湾最美的骑脚踏车步道之一。你们看，长辈多么的开心，但是记得哦。我们住的车轮电动脚踏车只有平日可以租哦。接下来我要带大家一起去月梅糖厂。哇，我们的茶也好了，真棒！大姐，我知道你的胃口最大，所以呢，全部都给你哦。你自己喝也喝，自己想要吃，不好意思，这边没有茶叶蛋，不然有的话呢，我一定会让你吃100克。欢迎，来，这家是金凤友善商家，爱心业市政府要说尊老爱幼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发扬这个传统的优良美德。是啊，所以来这边啊，随时都欢迎，谢谢，而且还有一些优惠活动，长辈们请多欣赏哦。而且这个地方还提供行动不方便的厕所。大姐，我觉得你是我在台湾遇过最想要吃夹冰的朋友，真的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哈、哦、小时候都常常吃那个冰棒。是的。大姐，嗯，来形容一下你心目中的夹冰。夹冰，这个早期对，有没有拍到？而且现在有新的口味，是榴莲的。不错。但是我们小时候都吃冰棒那个。压边就是没有这么好的味道，是清冰、欸。以前你们吃的时候有什么口味的啊？以前呢、啊？清冰最便宜的。以前我们的清冰就是白开水加糖而已。就这样子哦、喔。对、欸。那个时候多少钱呢、啊？2毛钱。嗯、好便宜。2毛钱。哇，好便宜耶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所以现在吃到、这个有加料的，以为原汁没有加料的。OK， 对，就一直吸到都那个冰棒变白色的，就剩下水，把糖吸掉了，就剩下水。Later，
现在我们到的这个地方哦，好，离庙东也是非常的近。好，但是你们就知道了，夜市一定要晚上去啊，对，是不是？对。那白天的话呢，我想让你们吃一家很好吃的火锅店，阿关火锅。对，就是这个哦。1998年到现在，生意非常的好，而且呢，他们也参加我们的敬老院活动，对英法很友善的一家饭店哦。就是这位各位朋友们，对光头特别友善的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说错了，不是对光头特别友善吗？对，大家都很友善。哎，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嘛，这个对英法特别友善的这个过程。我们就是收到这一次的市政府的邀约，那我们觉得说，哎，很棒，就是其实我们这个品牌的餐点也是比较健康，走健康路线，都是一些新鲜的蔬菜。刚刚哦，老板娘特别推荐的是这个哦。他是说这个是送的啊，新娘比特贵，很浓，真的。厉害哦，透新娘，透新娘，哎，透新娘。他说透新娘，你说透新娘，哎，第一啊，透新娘，透新娘，透新娘，真好，好喝哦，很好喝，我喜欢它的那个酸酸的味道，有点柠檬柠檬的感觉，而且在国外真的我们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，没有这种，只有台湾有，对啊。好久没有享受这么好吃的阳澄火锅，难怪从1998年到现在生意一直很好，我喜欢。各位朋友们，今天我们的行程顺利的完成，我们在台中的丰厚已经完了888路线，让我们发，记得哦，如果你们家里有英法家人或者朋友的话呢，一定要来台中体验一下哦，各位长辈们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不要忘记我们要说什么，台中金老有多精彩，1、2、3，台中金老有多精彩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